好，现在我们来测试这个 Xperia One Mark II。那它这次多了一个智慧除噪功能。现在你听到的声音是关闭智慧除噪。那我们待会来把智慧除噪打开。好，现在你看到的是有开启智慧除噪。那我们现在人是在这个九份的山上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户外，那有风声。那正常的录影情况下，你会听到很多的风声，那环境音啊，这个包括我录影的声音。这个风声会特别的吵，那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有开启智慧除噪，大家可以跟前一段比较一下它的智慧除噪的效果到底怎么样。